居然是女人，我最大。我们现场有三位美女，所以今天三个人，我觉得你们可以来比一比化眼妆。我刚刚我很犹豫，因为我是必须说一下，我小时候是有考过这个化妆师的那个丙级证照的，所以还有哎呦哇哇，但是因为真的不够哇，可能是十年前，所以它都已经碎掉了啊，真的也三四岁了，所以我还是用我平常戴口罩的时候会使用的。好了，我拿一个小盒的最简单的、okay. 这样子，因为既然现在大家都戴了口罩了，真的眼睛很重要。然后接着是，我选了一个这个眼线，眼线，眼线胶笔，咖啡色的。Okay. 好嘞、欸，就这样三样。雷拉，因为只能选一支，所以我去就是我原本就有买过这种没有牌子的这种双头的画笔。我不用画眼线，因为我本身呢就是已经秀眉跟秀眼线了，所以我现在是。就是我也是哎、欸，我为了就是要快速，我就干脆去把它那个，对，就是不用化妆，然后所以我画眼睫毛就好。这是大家都知道 Kiss Me 的那个睫毛膏，奇异笔啊，睫毛膏，睫毛 Kiss Me 的睫毛膏。好，然后眼影盘的话 ，Kevin 老师已经知道这一盒眼影盘，因为我都走欧美路线，然后但是欧美路线又有分大地色啊，跟就是什么玫瑰色啊，所以我选了一盘 Huda Beauty 的这个这也是很多颜色哎、欸。对，这个颜色很酷的是，它这边有一个这个就是底膏，然后它的亮粉就主打非常的爆闪，超级亮，超级很 shiny。那要开始了吗？要开始哦，还有抢强。我的，你们那个丙级化妆师是吧？我就是甲乙丙全包了，甲乙丙全包。哇塞，你是夸张哎！我这边还有这个。两头刷也是，所以没办法，因为你们这些笔刷只能算一个化妆品嘛，所以我两头的哦，一个是大范围，一个是小面积的。那眼线的话呢，我也是很厉害，我这个眼线液是 Pamegris 的眼线液，它是双头的，这头是比较细的，这头是比较有角度的。哇，那真的白马耶，那是白马，这也是欧美网红最推的。强强先来。好的，各位朋友们，我先大家示范一下，我今天选择的是紫色的感觉。来，我现在先用这个颜色，先换我的眼窝。两个眼睛都画完吗？这个怎么感觉？对，两只眼睛哦。这个太勉强了吧？我还跟你直接跟你们讲话，讲一下已经过了快一分钟哦。这个太硬了，这太硬了，那我就只能好第二个颜色，我就比较稍微浅了，全部难弄好了。这个他今天乱讲，强强乱了。我跟他们讲，因为我平常对化妆很讲究的，如果说对，所以哎呦，我刚刚哪个颜色啊？刚刚是我哪个颜色、啊？等一下、啊，你跟我讲刚刚是哪个？刚刚哪一个啊？右边的颜色，三个颜色都有。我跟你讲，你们这样我真的没有办法，因为我平常很讲究化妆的。剩四分钟，太难了，等等，请各位朋友们等一下，这个太难了，真的有点难度哦。然后再来，我再用点深的啊，我跟你讲，深的再来，深的后面眼尾画上去，然后换转个头，因为它是有点那个重点部位，好不好？嗯，来，深的啊，深了，很显深的啊，深蓝色，三分钟，然后再来把它混一混啊，好，来换再深的。你深能哪个颜色、啊？哪个这两个？上面，左二，对，左二。好了，左下二不是左上二啊？你刚刚弄错边了啦。对啊，你两个颜色会不一样、哦。第一个，你指的第一个。弄错了啦，本来是我跟你讲，我会把混的我一样的颜色了，人家这种点。你还要画眼线呢、欸？也可以啦，我跟你讲，我很快的啊。马克笔还没。好了，然后再来，跟你们讲一件事啊，我现在要上亮片了啊，上亮片。先上亮片，亮片的话，我就选择大家各位朋友们，你需要想看哪个亮片？各位朋友们，等一下，随便，等一下选不出来，等一下，你已经过了10秒了，哇，10秒了，眼影，天哪，好难看，哇，等啊，哎呀，不要这样，我这已经快崩溃，真的快已经彻底崩了，好了，可是我必须讲。凯文老师，像强强这样子的个性啊，他这样的眼睛啊，他其实随便画，不会难看到哪里去，对不对？对，
其实强的那个眉毛跟眼睛的距离很漂亮，然后他的双眼皮也漂亮，他 space 够大，然后他反正随便画，他也没有在怕妖艳的啊。对对对对，好，我就是要妖艳，不妖艳我不行啊。时间到了吧？还有一分钟，好恐怖哦！他这个紧张，你警察局都去过了，你怕屁呀、啊？我不，这个我不紧张啊！我在警察局，我是他真的是我，他警察局我还反而冷静啊！跟你讲，我真的是。对啊，熟悉的地方会比较冷静，熟悉的地方。因为关了一些那个把我关在那笼子里面，旁边的都更疯，你知道吗？又是放人的，我都真的假的？真的、啊，因为旁边有很多疯子，就是很多呀，就是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，那就跟抓我也跟他关在一起。你画好了、哦，可以耶、欸！很棒耶、欸啊嗯！五分钟真的可以啦。OK 也不错哎、欸，而且晕的还蛮美的哎、欸，蛮美的。等一下哦，而且为什么今天搭配紫色？还有是因为你们不是说要口罩吗？哦，很美耶，那你赢了，很美很美。好，来阿喜，好，因为我只有一个笔刷，它是到时候我要加强在重点的地方，所以我就先选了一个就是可以打底有一点珠光的，先用我自己的手指。然后就这样子大范围的先打一个轮廓，但因为我跟那个雷拉一样，我就是这边眼距跟你就是一直在就是很傻、欸、用中指，你用中指在吐弄自己就对了，对、哦，然后我再选它另外一个颜色，好像让它有一点不一样的层次的，然后放在一点点眼头的地方。嗯哼，但是我跟你说，我就是化妆最棒，大家都说我不化妆比化妆漂亮、哦，所以呢，我就是随便谁你说大家回应一下好吗？大家是谁？谁啊？大名家吗？我就是会我最怕看到人家有没有就会写一些文章，大家都问我，大家到底是好多。我现在用这个最深的颜色，然后放一点点在眼尾的地方，就是它有还有四分钟够出来就好了。所以因为我就是化妆化得很烂，我就是可以用速度取胜的那种人。我也是，我可以三十秒。哎、欸，但我现在有点手抖。手抖，你要吃鱼油。手抖画不好、啊。鱼油，你吃的鱼油有几趴？因为我的那个眼线，我也都不太能用太黑的，因为看起来会好像有点太妖艳。我也是，我喜欢用咖啡色。对，所以我是用咖啡色，看起来比较小清新。还有三分钟。哇，他时间很充足呢。对啊，对，因为他已经快收尾了。嗯嗯嗯，还有三分钟哦。对啊，我已经画好了。耶、yeah! ！哇，你的时间太快了，我给他用真的是三分钟就好了。给老师看一下，不错哎、欸，好看，蛮简单的啦，就简简单单，不错。就是如果是配着什么口罩的话，因为我也不太敢，就是看起来好像落差太大，嗯，所以它看起来好像就是比较简单一点，不会好像。非常刻意。雷拉，雷拉，我现在先用 Huda Beauty 的这个颜色做，怎样？做帆船的动作，做打底，然后再用这个紫色，然后做。雷拉应该也很好化妆，雷拉有中东的混血啊，真的、哦，对，它的轮廓还蛮深的哎、欸，嗯。轮廓很深，对，没错、啊。然后现在我要用这个颜色，这两个颜色 mix 在一起去做，就是眼尾，砖红跟咖啡。对，但它其实这个咖啡色有一 点它有带紫，它那个带紫的 对，嗯，很好看。我昨天要下楼去拿菜，耶、啊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没关系，口罩会遮住。今天口罩会遮住，还有四分钟。我现在要来上亮粉、嗯、啊，我亮粉会选这个紫色跟这個、先上这两个颜色在卧蚕的地方。哦，我是上在卧蚕哦，可这样不会太深吗？颜色、哦、那个不会很深，那个不是要上眼皮上眼皮的吗？啊、雷拉很大胆呢、欸，这样。然后、欸、很自然的、欸。现在就用中指，然后放这个咖啡色。一定要用中指吗？你们可不可以用美容指？比爱心。美容指，美容指，美容指。
对啊，为什么大家化妆一定要用这一支啊？我也是用，我也是用中指，中指比较出力比较够吧，因为无名指那个力气很小，中指比较常在使用。对啊，中指真的比较常在使用。这个感觉就是很美丽。变大哥的部分。一、二、三。好了，快要好了，两分钟。刷个睫毛。对，刷个睫毛。好了。哇，漂亮，真的漂亮。好啊，还蛮淡雅的。